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我们来折一款飞机。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它分成四份，对折，裁剪开，然后再次对折，再次裁剪，然后每一张折法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先折其中一张。两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四个角折向中心点，然后这个角往里折，另一个角也往里折。这部分往后折，再把它对折，形成这样。这样其中一张纸就完成了，剩下的三张都折成这个样子。都折好之后，把它组合一下，把其中一个插进另一个里面，然后这样折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这样折一下，插进这个指缝里面，这一侧也一样。这个这里裁剪开一小段，左右分开，这样把它插进去，这样一款飞机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